皇上，给你一分钟，我要这些狗皮膏药彻底消失。臭屌丝，你他妈吓唬谁呢？住手！皇上，天哥，皇上，他是个强奸犯，你怎么？你们几个没长脑子吗？被人当枪使的都不知道，赶紧给天哥道歉。 天哥，对不起，把他带走。华少，他是强奸犯，为什么抓我？废话，这我。天哥，去哪儿？我给你当司机。